打击恐怖主义必须摒弃双重标准，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根据政治私利划定谁是恐怖分子，实质是在纵容恐怖活动，严重损害国际反恐合作大局。打击恐怖主义也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我们坚决反对打着保护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幌子攻击抹黑他国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正当举措，并通过纵容甚至利用恐怖组织谋求地缘私利。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应深刻汲取教训。美国军事干预的结束，应是真正担当责任的开始。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义务向阿富汗人民提供经济、民生和人道主义援助，在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帮助阿富汗实现维稳、防乱、遏制恐怖主义威胁，走向良性发展。